新款 iPhone 手机热卖，重要的供应链呢，像是大力光和玉晶光，除了迎接庞大订单来临之外，近期日元急速贬值，也降低了对日本机器设备的采购成本，有助于人气回流。外资是看好大力光第三季的毛利率上看56%，将会优于市场原先预估的54%。